你真的要回去寻亲？他们都抛弃你了，你还回去找他们干嘛？我爸妈一定是因为当年太穷才把我丢下的，如果能找到他们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我要给他们买大房子，让他们过好日子。你的双胞胎弟弟是在7岁的时候被领养的，他的养父母出了车祸，现在只剩下他和名义上的奶奶一起生活。你弟弟现在智力有点问题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了陈叔，如果有我亲生父母的消息麻烦联系我。免费试吃。宝贝，你广告拍完了吗？这家店的咖啡好好喝，等你有空了妈带你过来喝。先生，您一共消费890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不是免费试吃吗？我才来的。先生，我们店可没有免费试吃，你不会想吃霸王餐吧？没 我有钱。店长报警，有人吃霸王餐。你没长眼睛啊，我衣服都弄湿了，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你们店是怎么做生意的？这种人也放进来？对不起，你别走。我给你钱了。看你傻里傻气的，你这全身上下也就这块玉值点钱了吧？不可以。要么报警，要么叫你爸妈过来赔钱。我没有爸妈。多少钱？我替他付。我这衣服可是我女儿在国外找设计师定制的。你开个价。20000，我扫你。他的饭钱还没付，890，你也一起付吗？我付。美女姐姐，谢谢你。这块玉佩能给我看一下吗？听到你生母的消息了。